即便是不喜欢足球的人也会爱上孙场，那里有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烟花瀑布，还有比烟花更加美丽的笑容。在通往村超的高速路口上， ETC 路口空无一车，人工收费窗口却排起了长龙。因为小姐姐的笑容就像是最清爽的夏风，可以瞬间将酷暑驱赶。但人们不知道的是，小姐姐迷人的笑容背后是早已被汗水浸湿的头发，还有12斤的头饰重量，以及接近40度的气温。但在工作的这10个小时，小姐姐从未摘下过头饰，并且全程带着笑容。因为此刻的她不再是一名收费员，而是贵州的颜面。对于如今的客流量与当地人持平的榕江来讲，他们本可以坐地起价，但贵州的高速却主动半价，榕江的各大景区免费开放，日日爆满的旅店由平日里的200多一晚降为100多一晚。本地人担心游客们因为看球过于投入而忘了吃饭，纷纷拿着自制的美食到现场投喂。怪不得范志毅会说，英国也有类似村超的活动，但现场的气氛远不如我们。